名《皇宫选秀》，富户渔人嫌续张少莲家贫，逼其退婚，令女应选。女素秋与母计议，取玉串一对，命丫鬟栾英送一只去张家，以为迎娶之资。张有寒臣冒名进府骗奸素秋，恰逢江海入室盗窃，杀死于母和栾英，劫走另一玉串。少莲蒙冤入狱，素秋方知被骗失身，遂羞愤自尽。江海售卖玉串于街巷，偶遇寒臣之妹玉姐，闻知寒亦有玉串一只，乘机窃得，却被公差擒获。御史陈志审理积案，发现疑点，乃传唤寒臣。玉姐随兄上堂实验佐证，令真相大白。玉姐爱慕少莲，自荐为妻，陈志撮合，二人成婚。登上选秀班找你，我正好盼龙福凤上青云。素秋女出随张家造我运，借此机退婚我临泽有去唤张少莲前来，就是有要事商议。是。见岳父。慢来慢来，虽有婚约尚未迎娶，你我还是叔侄相称的好。这小侄遵命。一旁坐下。告坐。不知叔父呼唤，有何见谕？令尊在世之时，曾与老夫有过婚约，只是小女已借婚嫁之期，先知功名尚未成就，只怕难见九月。叔父是哪里话来？先人盟约，小侄应敢违背。如今虽然家道贫寒，只待小侄发奋攻读，成就功名，并非无望。还望叔父体谅下情，宽限时日。看你吃头无力，小女怎可久待闺中？若以叔父之见呢？以老夫之见，先知日后发迹，当可另立高门。小女楼志不足以奉君，你我还是两边的好。听叔父之言，敢有悔婚之意么？此乃良辰之计呀。好好好，你既嫌贫爱富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你我两家从此隔断生活。好，有志气，贫里耕田呢。改日两相抵换，告辞。不送。真是不做儿女胎，婚姻两丢开。这
就好了。啊，冤枉！案人来了，请坐。请坐。方才何人到此啊？张少林。为了何事？只因他张家败落贫穷，你我的女儿若与他成亲，岂不大大玷污了我家门庭？故而将这门亲事打退了。啊，员外，他乃赌世之人，日后定有吃头之理呀。赌世之人名落孙山者大有人在，如今身上斑照悬绣，正好将女儿送进宫去，日后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老爷，岂不问女儿与宫门青春葬分银？难道为了你的荣华富贵，不惜葬送女儿青春么？哼，此事不要你这个老乞婆多管。我是孩儿的母亲，此事怎能不管？我乃一家之耻，万般由我做主。你这个见利忘义、一意孤行、全无人性的强盗，我与你拼了！三川落酒，将你打人。在女儿的份上，我暂且不计较于你。你若一意孤行，我是定不与你甘休。原来二人，你们别生气了。小姐在这儿跪着，难道您二老就不心疼吗？女儿，快快起来！多谢爹你。啊，爹爹，不要生气。后堂歇息了吧。黄榜高挂，三日后便是选秀之期，那时看你这个老乞婆怎样为老。啊，母亲，为了何事与爹爹争吵起来？只因你父嫌张少廉贫穷，与他退了亲，还要将我儿送往宫廷迎选。怎么竟有此事？啊，母亲，岂不为女儿与宫门之青春葬分银？是啊。
是日的宫去，便无赤头之力，你我母女也是见面无期。儿啊，你快快拿过旨意吧。这个，哎呦，我是老太太，想我们小姐乃是闺阁少女，她的亲事怎么能让她自己拿主意呢？是的，也是。阮印，你速去张家，叫那张少莲速来迎娶你家小姐。是了，阮印转来。我们小姐她说话了。啊，母亲，向那张家聘请无亲迎娶，阮印此去岂不空走一趟吗？还是我们小姐想得周到。也罢，阮印，你到我房中去四方印子二伯良送与张少莲，快去。是啦，阮印转来。小姐，我这还没读完呢。儿啊，怎么又拦阻与他呀？啊，母亲，为了女儿婚姻之事，动用母亲的印钱，日后爹爹知道，你二老岂不又要吵闹？你之姐呢？嗯，哦，我这里又欲穿一对，价值500斤，命乱印与张家送去，叫他变卖一只，足够印钱。日子甚好，小姐，您快拿出来吧。玉串在此。一只交与张少莲，另一只暂放为娘身旁，待我儿过的门去，再把还与你。有什么言语，再直赴乱印即去。其杀我也。小姐，我可要走了，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的吗？哎，乱影，小姐，您别哭啊，有什么话您慢慢说。
幼，读书上学堂，知乎者也做文章，三字经不加姓，四书五经一大筐，上课念得当当响，搁下书本我就忘，父母双双已亡故，留下一份大家当，我吃花酒下赌场，哪怕一输几百两，老婆跟我已分手，可有个妹妹管我赛老娘，倘若有谁来迎娶，我情愿面聘你陪嫁妆，口称恩公三跪九叩烧高香，烧高香。我韩晨是本城一个秀才，昨儿晚上我打牌输钱，今儿一早又被我那心直口快的妹妹韩玉姐儿数了了一顿，在家待了多半天实在没劲，哎，去找我那老朋友张少莲聊聊天儿，消消气儿，解解闷儿。少莲兄在家吗？哦，原来是韩兄，贫弟。哎，少莲兄请。韩兄请坐。哎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哎，少莲兄，这么唉声叹气的干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小弟为了婚姻之事啊。啊，什么婚姻之事啊？那与人嫌贫爱富，逼我退亲。啊，什么什么嫌贫爱富，勒逼退亲？这档子事儿你就这么忍了吗？他既嫌贫爱富，小弟又何必盼？哎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听说那于家小姐貌若天仙，知书达理，换了我呀非跟她玩命不可。我张先生在家吗？哟，外头有人找你。带我前去看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换我何事？我家少爷请先生过府，有事相商。哦，你请先行啊，韩兄，哎，前家王少爷与我过府一事。哦，你要出门啊？得，我也回去了。慢来，慢来。啊，韩兄若无别事，烦请照看门户，小弟稍时便回。还有一篇文章要与韩兄斟酌。嗯，反正回去也是怄气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有劳你。哎，好说好说。门户翻君多招凉。你快着点回来就是了啊。谁呀？张相公。哎呦，还是个女子的声音呢，那我得仔细瞧瞧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于府的丫鬟，名叫栾英。啊，奉安人和小姐之命来找张相公，有要事禀告。哦，张相公是住这儿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进来说话，进来说话。啊。我说栾英啊，你这么瞎摸乱撞的，难道不认识张相公吗？不但我不认识，就连安人和小姐也都不认识张相公。都不认识。哎，我说栾英啊，你找张相公是不是？是啊。你远看
没人呐。那么你在静桥呢？您就是张相公吗？哎，对喽，我这儿有礼。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说栾英啊，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张相公啊，只因我家员外爷嫌贫爱富退了亲，嗯，还想把小姐送进宫里当秀女。哦，我家安人和小姐又气又急，让我前来报信，请张相公早日迎娶小姐。还有这等美事？哎呦，我说栾英啊，我何尝不想早日迎娶你家小姐呀？可你看我这一贫如洗，我拿什么迎娶呀？不要紧的，我家安人和小姐命我送来玉钏一只，价值250斤，您变卖了就能早日迎娶小姐了。哎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哎呦，还真是个好东西，我先戴上。哎，我说栾英啊，啊，蒙小姐对我一往情深，又赠我玉钏，我有意过府相谢，以表我寒。啊，寒什么呀？哦，一介寒儒，知恩图报之心。再说了，我正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小姐说呢。张相公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，我替您转达不就成了吗？呦，夫妻之间的悄悄话怎么能让外人转达呢？你就带我去一趟吧。那可不成，我家员外和安人家教甚严，若被别人看见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行不行。哎呦，不要紧的，你就悄悄的带我去一趟吧。不能带您去。怎么着，真不带我去？好好好，你回去对夫人小姐演讲，就说我有意功名无意迎娶，这东西你拿回去我不要了。别，张相公您别生气呀，我带您去不就成了吗？哎呦，那可好极了，栾英啊，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，我非好好谢谢你不可。来来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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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栾英啊，你身后怎么有个人呢？没人呢。没人我都看见了，你谁呀？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张。姓张，好啊，栾英，你私自带人进府，我告诉员外去。哎，书童，哎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栾英私自带人进府。是吗？啊，我瞧瞧。哟，可不是吗，我告诉安人去，少不得罚他跪上2个时辰。小姐就在楼上。哎，带我进去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得通禀一声。张相公请。小姐慢走。小生张少林，这下有礼。奴这相还礼。张相公，张相公，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，我怕员外爷回来。我去前院看着点儿。哎，好好好。小姐，请坐。
小姐，岳父退婚，小姐坚贞不渝，又自我玉川，足见小姐恩深情重啊！素秋以身相许，区区之物，不过略表存心而已。啊，小姐，岳父退婚，小生痛不欲生，如非小姐何该相识之忧？一死定了！张郎不必悲伤，退亲之事，乃我爹爹一人所为，素秋立志，从一而终。小姐，如今圣上宣秀十日燃眉，倘若岳父明日去到官衙投明，你我的婚事嘛将成泡影。这既伤我也。小生倒有意完全之策呀。什么完全之策？以小生之见，不日强在今晚与小姐完成花烛，母亦成舟。我那岳父纵然固执，他也没什么主意了吧？是今夜成亲乃是篝火，万万使不得的。哎呀，小姐呀，燃眉之急，使之无奈。再说嘛，前有媒妁之言，后有岳母佐之，岂能算得篝火？小姐姻缘了吧？姻缘了吧？但进宫，终身断送，悔之晚矣呀！See you.
小子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你就应允。我名叫江海，提刀把人宰，翻墙又刨洞办货，不用买。这两天啊，手头有点紧，哎，不免到大户人家走上一回。还有好多话没对小姐说完呢，我。嗨，等过了门啊，你们爱说多久说多久，快走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招招招！买卖一桩，人命两条，带我出水。和栾英被人杀死了！哎呀！安人不幸丧了我命，怎不叫人痛在心？昨夜晚可有圣人把府门进？昨晚上栾英倒是带着个人进来，我问他姓什么，他说他姓张。姓张？怎身打扮？书生打扮。书生打扮？是啊，听下面的人说还有人看见。看见什么？讲。看见姓张的书生从小姐的绣楼上下来。啊，分明是张嫂脸这个小畜生，你二人速速将他扯来见我。遵命。安人，什么的？八成是贼。我不是贼呀、啊，贼在那儿呢。哪儿呢？哟，跑了！追呀、啊！何事嘈杂金水木？尸包在地，人无踪。倒不拾遗，且稍候。家贫不失，君子风。这不是我家的包裹吗？是啊，这些都是安人屋里的东西呀、啊。即使你家之物，皆请拿去。这包裹你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怎么晓得是哪里来的？烦你辛苦一趟去见我家员外，两家依然退婚，我是不去的。此事由不得你，那他去见员外，我是不去的。走，快走，不去，走啊！杀你母亲的凶犯依然拿活了。怎么，那杀人凶犯，他
过了。正是。但不知是哪一国呢？就是那张少林。啊，张少林！啊，爹爹，我想此事不是张少林吧？如今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但不知又获赃物，乃是你母亲的房中之物，或有一只玉串。啊，玉串？什么玉串？就是啊，我儿在此守灵，为父去审问张少林这个吃神去了。啊，爹爹，我想此事怕不是张少林所为。不要你一管。什么？
绕过别方高门去求欢，你父嫌我贫穷，你也嫌我贫穷，俱是一样的心肠。怎么，你当我嫌你贫穷吗？还有两样不成。叫人难以明白。哎呀，蟑螂啊！此事都怪我一人不好，连累于你。我又不能吃透与你命怨，请上生我一半。两旁呀。you
冠，雄锐。今有御史陈大人巡查到此，命我持敬接应。衙中之事，请尔衙照看。大人尽管放心，纵然案情糊里糊涂，卑职也能审他个一清二楚。好，迎接御史大人去者。是。是非比是非，没人告状无是非。老爷倘若没主意，权杖大刑断是非。有人告状啊，说来就来呀，传告状人上堂。告状人上堂。参见老爷。女老先生，老没见了，您是钱塘大户，家财万贯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事要来告状啊？只因秀才张少林夜入我家，杀死安人丫鬟，窃取财物，特来报案。杀人劫财，这可是大案呐！张少林这个衣冠禽兽，还奸骗了我的女儿，致使她含羞自尽。奸骗自尽，那更是大案要案了。现有赃物在此，劳役过目。哼，这样的秀才哪里容得？活牙吃动，将人犯抓来见我。哦，劳役，凶犯依然带来了。哦，那我倒省事了。来呀！哟，给老爷备齐了鞭子、板子、攒子、棍子、料子、铐子、链子、锁子，不由那张少林他不低头认罪呀！先要回家转，心中有事不安然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哎，我妹妹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我的不是了呢？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好姑娘不出闺阁，你怎么跑大门口来了？啊，你说我是个大姑娘，不应该在门口站着呀？可不是吗？那不要紧的呀，我进来不就得了吗？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哥哥坐着。哎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哥哥，你打哪儿来呀？我打衙门口来呀。
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怎么不是了？常言道得好，好秀才不入宫门。你干嘛老是到衙门口去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到衙门口打听点新鲜事儿。新鲜事儿？什么新鲜事儿啊？你知道咱们有个街坊叫张少莲吗？张少莲，我知道，是个俊俏的书生，是个小白脸，长得好看着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了，这么大姑娘，张口小白脸，闭口小白脸，不知道害臊啊！人家长得本来好看嘛，我就这么说。不许这么说，偏这么说，我就不许你说，我偏这么说。好好好，你说你说啊，您听听他那张嘴有多厉害呀！哥哥，张少莲他怎么了？他呀，闹出人命案来了。什么？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来了？啊，你听我跟你说呀。只因他那个岳父嫌贫爱富，勒逼退亲，他一怒之下夜入鱼府，杀死丫鬟，牵骗了余家小姐，把他丈母娘都给宰了。你说他胆大不胆大呀？哥哥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相信。怎么呢？人家张少莲是个文弱的书生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依我看呐，不定是那个混账东西阿差做的这缺德的事。阿差无赖人家张少莲。行了，你跟那张少莲沾亲没有？带过？也没有。还是的，他闹出人命案来了，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那人家本来就是好人嘛，我就不相信吗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哥哥，我还真有点累了，我得上后头睡会儿去。哥哥，我又瞧见你这只镯子了。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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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跟你要了好几回了，你老是不给我。哥哥，你给我吧。哎呦，我说妹妹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了我的小命都成，就是这镯子不能给你。那它又不是咱们家的东西，你是打哪来的呀？打哪来的，管着吗你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你真想知道？哎，你拿耳朵来。是哥哥我一个女朋友送的。什么？哥哥你可真不老实。怎么了？就你这德行还交女朋友吗？哎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哥哥，你们男人家戴着多不好看呢，你给我吧。哎呦，我说好妹妹，你要是真喜欢镯子，改明哥哥给你买个银的。不要。金的。不要。干脆哥哥多花俩钱给你买个翠的总成了吧。哥哥，我挺喜欢他的，你给我吧。这个真不能给你。你给我。撒开吧你。你拿哥哥我当秋千耍呀。啊，这么大个子了还是这么不懂事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。咱爹妈走得早，长兄为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我就是你的爸爸。家里的大小事儿我说了算，你都得听我。记住了，跟你说了，要金的买金的，要银的买银的，要翠的买翠，天底下这么好哥哥上哪儿找去？跟你说了，要金的买金的，要银的买银的，要翠的买翠，天底下这么好哥哥上哪儿找去？知足吧你。哥哥不给。瞧我哥哥说话变颜变色的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哥哥呀哥哥，你纵然做了亏心事，也应该告诉妹妹我的呀。瞧瞧是不是这样的？哎呀，可
真不错呀。哎，怎么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啊？哦，咱俩是一对儿啊。什么呀，我说这只镯子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，谁跟你是一对儿啊？讨厌。我说的也是镯子。卖杂货的，哎，这只镯子你卖吗？卖呀。卖它你要钱吗？废话，卖它我肯定要钱的。那你要多少钱呢？我要多少？50两。什么？50两？哎，50两。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太贵？嗯。哎，那你还个价。少给点卖呀。哎，少给点也卖。这个做买卖的可真和气，少给他点也卖。和气生财嘛。那我给你。给我多少啊？啊，多少？1两吧。啊，1两？哎，不是，这太少了。你不是说少给也卖吗？我不够本儿啊。哦，你不够本儿 啊？不够本儿。那我再给你添点儿。哎，你再添点儿啊，多添点儿。我给你添点儿。多少啊？哎，2两。2两？啊，哎，不是，拿过来吧。那我这2两怎么办呢？拿过来吧，我不卖了。你不卖了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拿过来吧。给你呀、啊。给我。给我。哎，我再瞧一瞧。你买不起就别瞧了。瞧瞧怕什么的？不让瞧。看一看。不让看，拿过来。给我。你不卖了？给我，拿过来。给我，拿过来。给我。给你。给你。没瞧见过你这样做买卖的，这么不和气。哼，不卖就算了，反正我哥哥那也有一只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哥哥呀就在那边小屋子里睡觉呢，镯子就在他手上戴着呢，待会儿等他醒了我还跟他要，你不卖给我我还不买了呢，讨厌。哎，你听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卖给我这只镯子，从今往后别在我们家门口这么过来过去的，真可气。这小丫头还挺厉害啊。哎，刚才她说她哥哥那儿也有这么一只镯子，我呀别让她凑对儿，我先凑对儿吧。哎嘿嘿嘿，嗨，好。哎，我是好人呐。好人、哎、老爷跟前说去吧。你能够历尽不知啊。
上县令熊瑞参见大人。便礼一旁请坐。谢坐。贵县臣来的案卷，本院已然看过，内有豫章两下命案，罪证不足，恐有疏漏。徐大人，昨日卑职前去迎接大人，此案乃是尔雅审问。尔雅审问，地县差官有拿获盗贼一命，卑职即刻回得衙去，将两案仔细审问。慢来慢来，既有一案，本院焉能袖手？就请贵县将一干人犯带到此处，你我同审。卑职遵命，将一干人犯押到茶院听审。好。将盗贼带上堂来。将盗贼押上堂来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这一人犯叫何名字？小人名叫江海。因何陷冤？二位公差把小人当贼给抓来了。启禀大人，此人在韩琛、韩秀才家行窃，故而将他拿到公堂。可有赃证？没有，没有。当堂搜来。是。齐大人，现有万宝囊一个，玉钏一对，大人请看。赃证在此，还敢提来？大刑伺候。别打！我刀！这段玉串是我偷的。哪里偷到而来？一只是从葫芦巷的一个秀才家偷的。还有一只？还有一只是羊，是从渔府盗的。押了下去。好。贵县大人，渔夫命案与盗贼死有牵连，闻过尔雅便知。传尔雅。尔雅上堂。尔雅大名沈富庆，从未有案沈不清。参见老大人。罢了，我来问你，豫章两下命案，可是你审问？正是小人审问。我看此案有冤。大人明鉴呐，我也觉得此案有冤呐。哦，你到哪一个有冤？大人，您觉得他们俩谁有冤呐？我看张少林有冤。哎呀，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看那张少林他也有冤呐。既是张少林有冤，为何将他问罪？此人不堪使用啊。下官失察有罪。你且坐下，与本院重审此案。遵命。待渔人上堂。渔人上堂。参见大人。渔人，你状告张少林杀人劫财，奸骗你的女儿，有何为证？武器房中丢失包裹，此日在张少林门首查获，望大人详查。这对玉串可是你家之物？哦，
此乃我家中之物，怎么到了大人手上啊？其中定有缘故，你且退下。带张少莲，张少莲上门堂。五段遭冤狱，深雪恐无期。叩见大人。罢了，张少莲，你将此案缘由一一诉来。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只为愚人嫌贫爱富，那日叫我过府强意退婚，次日清晨见门首又包裹一只，小人代为看守，不想渔夫家人寻踪前来，反诬陷于我，金子弄吃，这场冤案来了。你回家之后，可曾与人说起退婚之事？那日小人回到家中，正在闷闷不乐之时，恰好学友韩城前来，也曾对他说过此事。韩城之后呢？之后小人有事外出，也曾托他照看门户，小人回家之时，他已离去。那韩城家住哪里？那韩城家住葫芦巷内。啊，大人，此事与韩城无关呐、啊。有关无关，案破之后自有分晓。你且退下。谢大人。大人，贵仙，以卑职看来，韩城与此案大有关联。贵仙所见不差，速传韩城到堂。遵命。贵仙，大人，稍使韩城到来，我们先问他替人看守门户之事，然后再问他玉川的来历，他若露出破绽，此案便有八九。大人高见，韩臣快走。四月儿要进宫，苗儿若王，磕磕等着，恩兄长银和骨拿刀不砍啊！哥哥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打官司去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哎呦，我说姑奶奶，我打官司前有什么可瞧的，赶紧给我回家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不许你去。我偏要去。就不许你去。偏要去。好，你去啊。可是这么着，老爷大堂是有规矩的地方，不准说话。我不说话，我旁听。韩臣上堂。哎呦，我说你轻点，我有心脏病。那我搀着他，他有病。好。别说话了，声援韩臣参见老大人。见过父母官啊。是，声援韩臣参见老父母。罢了。哎，我说老大人，这儿还站着一个人呢。别说话了啊，这与女子你是何人呐？我叫韩玉洁，我哥哥是韩臣，我是他妹妹呀。
你哥哥又是道观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哥哥犯什么罪了，我来瞧瞧，再看看二位老大人审的公道不公道。公道怎样？不公道又怎么样啊？要是公道啊，活该我哥哥他受罪。要是不公道呢？要是不公啊，哼，对不起，我要到京城去告你们去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过聪明有趣的小姑娘，她倒要告起本院来了。好，站在一旁看我们怎样的审问呢？好的，请贵先审问。是，韩臣。哎呦，我来问你，哪里？你替张少莲看什么门户？张少莲回来，你已走去，你往哪里去了？从师将来，回老爷的话，那日我与舍妹争吵了几句，负气出来去找张少莲聊天，后来我这么一想，兄妹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再说我这做哥哥呢，总得让着妹妹一点，所以我就赶紧的回家去了。不对不对，哥哥你说的不对，那天晚上你就没有回来，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，你怎么忘了？别胡说，我早回去了。我不对不对，老大人，我哥哥他说的不对，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，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，他忘了，他脑子不好使。您别听他的。韩臣，有来问你，你家可有玉钏？嗨，老大人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我又不开玉器铺，哪来的玉钏呢？本院拿着一名盗贼，在他身上搜得玉钏一对，是他言道是从你家偷盗而来，故而传你前来辨认。哦，就为这事儿啊？嗨，您瞧我这记性，可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吗？来来来，您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。好，仔细人来。哎，我瞧瞧啊。我也瞧瞧。哎，没错，是我们家的东西。这只是，这只不是，两只都是。咱们家就有一只。两只都是我们家的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是姥姥给咱妈的嫁妆。不对呀，老大人，这只是我们家的，这只不是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这只也不是，这只是我哥哥一个女朋友送给他的。哎呦，我的底儿全让他给卸了。这只好像在哪瞧见过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有一天我跟我哥哥要这只镯子，他不给我，他呢就回屋睡觉去了，正好门口来了一个卖杂货的，这只镯子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要买他的这只镯子，他跟我要50两，你说贵不贵呀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就没有买妥，买卖虽然没做成，可我认准了这只镯子了，这只是我们家的，这只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都给您说清楚了。哎呦，要命！愚人张少莲上堂，愚人张少莲上堂。哥哥，我下去。回来，姑奶奶。哟，糊老头，哎呀，长得可真不错呀。愚人，有张少莲也与你家，可是你亲眼得见？师童所见。传师徒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少管闲事好不好？参见大人。师童。有张少莲也与你家，可是你亲眼得见？是小人亲眼得见。好，现在堂口仔细地人来。哎，是了。哟，这不是他呀。你干嘛去？不是。哟，小白娘，感情你在这儿啊。大人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胆大的韩臣竟敢假冒张少莲也与一家，奸骗御驾小姐，杀人劫财，还不从实斩？哎呦，我的老大人，什么杀人劫财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冤枉的。人赃俱在，幻想狡辩，奢侈失信，还则罢了，若想敌来，枉法无情。我招，我招。哥哥，你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的说。我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儿了。呀，大人容禀，那日
少莲不在家，于府丫鬟来找他，送来玉钏未婚嫁，我顿生邪念行欺诈，奸骗小姐我领罪，杀人劫财得另追查。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您高抬贵手，放我回家。妹妹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这狗才只招了一半，还有两条人命未曾招认。两条人命另有凶手，带江海。江海上额堂。江海是谁？我瞧瞧去。大人，他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认识他。胆大江海，竟敢一日与家偷盗，杀死两条人命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大人，镯子是我偷的，人命不人命的我可不知道啊。大刑伺候，大刑伺候。哎，别打别打别打，我招大人容禀。叫他二人划供。招事实，哥哥，感情你不是好人呐。哎，我从小就没学好啊。你瞧人家张少林多好啊。你就别在乌鸦面前夸凤凰了。老夫蒙圣恩特赐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将他二人推去斩了。啊，小姑娘为何拦阻？老大人，我问问您，江海犯的什么罪呀？夜日与家偷盗，杀死两条人命。江海杀了人了？真是。那就该杀他呀。那我再问问您，我哥哥犯的什么罪呀？假冒张少莲，夜日与家奸骗女家小姐，致使他含羞自尽，也是一条人命。我哥哥奸骗了余家小姐，是他含羞自尽而死。可我哥哥并没有杀人呐，恐怕还不能处决吧。嘿，想不到我妹妹还懂得些个律法。以你之见呢？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不过我得跟您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啊？不是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他媳妇儿了吗？这人死不能活了，咱们得想个主意赔他一个呀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怎样赔偿于他？如果您把我跟他，您看合适不合适？不明白呀。就是我跟他跟一块儿，您瞧可以不可以？我还是不明白呀。方才韩雨杰之言你可曾听见？他情愿嫁你，你可愿意否？那韩臣行为不端，仇人的妹子我是不要的。哥哥，我都受你累了，人家不要我。妹妹你别着急，我跟他商量商量啊。少莲兄，
哥们儿，我骗你的媳妇儿，该压该罚，我罪有应得。现在我把妹妹许配给你，不是将功补过，两下扯平了吗？张少林大人，说什么仇人之妹？若不是他当堂与你血泼殷勤，你焉能洗雪成冤？他分明是你的恩人呐、他倒有些侠风一顾，你不要错过机会呀、大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好了好了，待他后面进衣去吧。啊，鬼仙大人，将此二犯带回衙去，江海即刻问斩，韩城定州受监，听候发落。下官遵命。哥哥保重。哎，妹妹，你想着来看我啊。余人，有此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就命你与他二人备办妆奁，完成画出，不得有误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这玉钏乃是你家之物，物归原主吧。大人，小人愿将这对玉钏送与韩小姐，以为妆奁。这倒是的，你且去吧。哦，是是是。指望攀龙附凤，终究天理不容。安人女儿，哎，我说老大人，人家张少莲还没有答应我的婚事，您怎么就叫渔人去准备妆奁了呢？此事老夫与你做主。那可不成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待会儿我打扮好了，他要是不要我，那可怎么好啊？你只管放心，此事包在老夫的身上啊。怎么着，都包在你的身上？那好极了，那我就去梳洗打扮，我打扮新娘子，我跟他拜天地。他要是要我，那还好说，他要是不要我，咱们俩人回头再算账。淘气的丫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就此拜过天地，安了大人啊！想那余家小姐为我一死，小生岂可临界死破？张少莲，你过来你！你怎么老是想着那个余素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念他对我一点痴情。啊，你念他对你一点痴情啊？难道说我对你，就没有情了吗？你呀，一点儿也没有。你听我告诉你，我嫁你原本不单位的事情，我打的是抱不平。只因为我哥哥做的事情太不对了，如今他也问罪了。再一说呢，我也有点喜欢你，才跟你成亲。你瞧瞧。我这么大的姑娘，今儿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跟你拜天地，你要是不要我，我也没有脸活着了啊！你呢，跟我哥哥犯的罪一样，你也是一条人命。你不要我，我还不嫁你了呢。我说死就死，我死去，使不得，我死去，使不得。